等这个兵线斜掉一点再出去，不要直接出去，再掉差不多一点。OK， 三分之一血可以往前压。被 Q 到了一下，他知道不知道？对吧？斜硬点。没事，他应该也死了吧？我操！我都 A 出去了。他闪现把我平 A 给躲了，我操！啊！其实如果闪快一点，直接闪现在防御塔 A 出来之前，是可以把它换掉的。但是换掉这波兵线也亏了。啊！造成伤害28，他这个打持续作战应该会比征服者厉害一点，打到后面。没让我 Q 这一下，你看这点血还控了线，那他可能要打这个河蟹嘛，我这样绕一下说不定能抓到一个男枪啊，他来没打人呢，居然没有摊这个男枪，一般男枪都是摊的不行啊，这男枪居然如此之理智。赚个外快吧，经验不多，但是钱还行。去都去了，原地 Q 一吗？应该不会前进，就是，这肯定是往后移的，这都不用想，包的呀。三枪，后边还有补枪。等四级再准备跟他打。哎，我卡了一下，不过应该双杀了。啊！怎么会突然切屏啊？我操！不知道，我屏幕突然切出去了。本来我应该 AW 他死了呀。不知道屏幕突然切出去了，不知道啊，可能外面什么小软件把我顶出来了，不知道具体什么东西呢，我看好像也没有，哎，烦躁，这不杀完起飞了。一换一是亏的呀，我兵线还被推进来了，我说他怎么突然走到我的脸上了，有埋伏，我千呼万唤着的战争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不追，我不去了，太远。有没有很多人都不敢，助攻都没有去赶到那边去。有闪有点燃，伤害巨高，兄弟，他是个五个人头的塞拉斯，这我怎么顶啊，哥们儿，顶不住呀，
他这一套爆发太高了。塞拉斯诺手跟昨天一把有点像哦。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这波芥末就很亏了。我大招妖姬啊，这你也能 A 得下去吗，哥们啊？这你也 A 得下去啊？是不是人呐？啊？这是狼群的战斗，这你也 A 得下去啊？你的良心对吧？不会出问题吗？他是什么玩法？游走玩法喽，跟他一直串。我就不给你吃了，打怎么地吧？打币肯定不能给的呀。感谢 A W 哎，拉过来点 A R， 不用放 Q 了都，这不我多个闪，随便杀他。混乱中无人幸免，主要想吃点塔皮了，太穷了。别回头了，完了，被练到，哦，没被练到，还行。这是哪？给我干哪来了？不知道，一个烟雾弹，我人就飞起来了。杀波比还是杀男枪，肯定杀男枪啊，是不是？波比就让他跑掉了，可惜。再选一遍也是杀男枪啊，对不对？
没问题的。这不要跟他换了吗？没太大了。哦，我好像不用死，能走出去。那有人狙我一枪，那说明是不是进上来了？第四枪啊，是不是人呐、啊，哥们儿？啊，收集者，我造了。没有办法啦，有没有眼都得死，波比也上来了，一样的。啊，这一下很痛，325。刷完了，轻松一打，塞拉斯很肥啊，他偷瑞尔的大，好像还是属于比较厉害的大了，所以说尴尬，打起来没什么压力。他转个闪，你的众神怎么不躲避了？有点不是人。这两个魔抗他要出什么？
妖姬被对面 ADC 单杀了，波比给我推走了，不然推走是不是人类呀？啊，伪装人类是吧？怎么会被单杀的？你不是有很多位移吗？还有隐身的。这波是没办法啊，一枪死了啊，半血一枪秒，给力。ADC 去找对面中单，怎么敢的呀？暴死的呀！我的评价是，抓我不会吧？抓我不会吧？好，南墙还有个大，抓到了，李子没血了，打进去有点稍稍的不合理。
咱那牛逼呢你啊，这么拽啊。走路带风，有点小拽啊，发育去吧，别老搁这啥也不干。还有个中亚，真贵呀、啊、这件装备3200块，僵持住了这个局面，死个16级的。六神装了吗？难道？哇操！发育是真的快。我们才3件他就六神装了，虽然说是有的没有那么贵。但六神装就是六神装啊，开大龙吧，他们不出来了。小心别被大走，得扛一下他的大，后羽放大我得顶一下。这波比真烦人、啊、每次都是一血怒就大走了，烦死了，要么就一推开要么就大推开，到底谁在玩波比辅助啊？啊，真的是无语了，每次都是一弦就胖的一下吹走了，胖的一下吹走了，胖的一下吹走了，烦死了，吹了我一整把了。该死了。
Rampage.把什么装备换成了一个帽子？没仔细看，是那个火炬吗？其实可以把鞋子卖了，如果钱够的话。哇操，一个 Q 炸一千血啊哥们儿。大家看见没，大半管血一下就炸死了。应该是有一千血啊这个单体就。哈哈，给，差点都给他炸死了。追不上啊。没办法，我切不到他们近啊，等个闪现吧。剑魔拿的，要不你。正常啊，近跑得多快啊，没尾翼怎么能够追得到近呢，很难的啦。有配合。哦哦，差点就扫死了，快一点。大龙吧，把河蟹先控。
放我一马！啊哈！可惜。能不能秒啊呀？加强一下，怎么大招还要一个独挑呢？我都跳起来了，他让我坐下。1025点法强啊，新加了一件影焰是吗？哇，伤害真的爆炸。有点推不进去是什么情况？他这波有中亚。哇，好大！一下，我去你的，这死波比！哎呀 ，good， 结束没？一枪枪毙 ，OK， 打了36分钟吗？打冒烟了啊，终于把这波比杀了，真得多杀他几波。哇，没有他人头至少能多好几个的，多了我就不说，多几个人头是没问题的。